Hi, I'm Tom. I'm Lee. We hope you enjoyed our video. If you like, please push like. And if you really liked, we'd appreciate it if you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Thank you very much. 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您在后院怎么种菜，而且不需要多大的地方，能够种出非常非常多的菜。还有您怎么保存菜的一些方法，希望大家喜欢，谢谢。各位朋友，您现在看到的是我在自家后院的一个小小的角落，并不需要很大的地方，但是呢，我种出了很多很多的蔬菜，看到了吗您？那么您现在看到的这个是辣椒，辣椒的话呢，您可以就像和我一样种在这个盆里面，种在盆里面呢它也长得挺好的。像这个就是朝天椒，朝天椒呢放了比较辣，而我本人呢特别喜欢吃辣，所以呢我等这个辣椒成熟的时候，颜色变成红色的时候摘回来，洗干净，然后晾干水，放进塑料袋，放到冰箱里面冷藏。那么您想吃的时候呢，就拿出来，随时想吃，随时拿出来。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豇豆，也有人叫做长豆角。长豆角的话呢，您可以摘回来，就是直接的炒肉，还有您可以煲汤，还有呢，您可以把它晒干了，留住冬天的时候吃。还有呢，就是您可以做成酸豆角，酸豆角炒鸡肉，再放一点辣椒，是特别的美味。还有一种呢，就是您摘回来这些豆角，先不要把这两头的都不用去掉，把它洗干净。洗干净了以后呢，您可以烧一大盆的水，当水烧开的时候，您就把这个长豆角在里面那么过一下水，大约就是一分钟这样吧。然后呢，您就把它晾干水，晾干水了以后呢，你就切成大约是这么长一段，然后装进塑料袋，把它放在冷藏的冰箱里面，当冬天的时候您拿出来煮鸡汤特别的好吃。您看这些豆角好多啊，大丰收。那么您在种菜之前呢，像我住的是西部纽约的西部，那么说呢，我们在四月底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开始育苗的话，像豆角您就不需要育苗了，像苦瓜、丝瓜还有冬瓜您就可以先育苗，还有红薯。那么在育苗这个过程之间呢，我们呢需要在种菜之前呢需要搭一个架子，这个架子是我先生帮我搭的，我呢也帮了一些忙，和他一起搭了这个架子。去年的话呢，因为都不能出门，所以呢我们这些都是在网上订的，搭的不是非常的好。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在种菜之前您搭了这个架子，您呢还要起钩。那么起钩的作用呢，就是当您有发大水下大雨的时候呢，您的菜呢不会被水淹到。那么现在呢，我就带您一起去我的菜园里面看看我的菜，大家跟我一起来看看我的菜吧。现在呢，我就带您呢一起进我的菜园，看看这么小小的一个角落，看看我到底种了一些什么呢。首先呢，您要在这个周围呢围上，给它围上呢，就是说有时候有老鼠、有兔子还有松鼠，
所以呢围住呢就不让他们吃到您的菜。那么说像现在进去的话呢，这个地方呢我是我先生呢因买的那些放在下面的那些架子，然后呢我们把它锯木了以后呢，锯了之后呢筑了一条路。那么这条路呢就说让我可以走到里面去呢，就也比较方便。再说呢下雨的时候呢那个水呢也不会淹到菜。这样呢你看我穿这么干净的鞋子走到里面都不会有问题，因为呢这些木板啊都比较干净。现在您跟我一起进来看吧。现在我就带您一起进到我的菜园看看我种的菜。首先呢我们看到了呢是我的豇豆，豇豆呢也说是长豆角，因为好吃所以呢我种了许多。再看看这边，这边的话呢是苦瓜，苦瓜的话呢吃了对身体特别的好，听说有糖尿病的人吃了苦瓜会帮助您降低您的血糖。还有苦瓜叶，苦瓜叶的话呢当时我不知道，后来听朋友说苦瓜叶也可以吃，后还可以煮汤也可以吃，然后呢也可以炒来放点蒜米，挺好吃的。当然您不喜欢吃苦的话呢就比较有一些困难了。您看我的苦瓜，你看这苦瓜在苦瓜的这一边呢我种的是峨眉豆，峨眉豆有的地方也叫做扁豆。扁豆的话呢这个是种子是我一个朋友寄过来给我的，说这种菜挺好种的，这个峨眉豆当别的菜都结果开发都已经进入尾声死了的时候，峨眉豆呢就开发结果，所以呢我也是第一年种，看样子都长得挺好的，希望呢能够结出很多的豆豆。在这两个之间呢我这里有一条小小的路这样进去，我利用这个空间，您看到了吗？当您进去的时候这里是红薯，红薯的话呢我是用红薯发的芽，所以呢它长得比较好。也有人呢买这些在亚超买回来剪枝擦枝，擦枝的话呢也可以，不过呢我认为呢自己发的红薯种的呢它长得比较快，也长得比较粗壮，所以呢我认为还是选择用红薯发苗呢比较好。红薯的话呢红薯叶我们一般都是喜欢吃这种红薯叶，红薯叶呢你可以用叶和梗一起吃，也可以呢用叶单独的炒来吃，用梗呢可以用来炒蒜米和辣椒，是非常美味的一道菜。当您看到这个前方这一个就是黄瓜，黄瓜的话呢我正有两整，让我看看。那么您看到像这种黄瓜，这种比较长的黄瓜呢就适合做素丝。那您看到这身短一点的黄瓜呢就适合做酸黄瓜。当您看到这右边的这也是长豆角，前面是黄瓜，左边也是长豆角。您再看这上面，所有的藤都爬到上面，
这个是白瓜，也有人说是浮瓜，我们那人呢说是白瓜，挺大的，下周可以吃了。我就利用这空间针尖可以蒸红薯，四周我就蒸上了黄瓜、豆角、苦瓜，充分了利用这个空间。然后我们再往里走，看看有啥呢？您一定会说辣椒，对，我特别的喜欢吃辣椒。您看，这都是辣椒。我这呢可能比较密，不过也还不错，都还长得挺好的。在这下面我也种了一些红薯、紫薯。紫薯呢因为前天我已经摘了吃了，所以您看不到多少。您看到吗？这是紫薯的苗，我也摘来吃红薯叶。您再看看这边，这边都是长豆角，都结了好多好多的豆豆。这里还有一个白瓜、苦瓜。这个是峨眉豆，您再往这边看，您看到啥了？您看，这是冬瓜，上面还结了好多好多的冬瓜。都快爬到屋顶了。在这冬瓜的下面我种了一些空心菜，空心菜的话呢我也是前天摘了吃了，所以您看不到多少。空心菜呢挺盈利的，我是在超市买来，差钱正值。这里还有一些紫苏，紫苏的话我用来做了紫苏酱，特别开胃。您看像这也是长豆角，长豆角的话我就种在这我们家的车库的旁边，就用了这么小小的一片地方，然后也挺好看的。您看好多好多长豆角，然后呢早上看到那些它开的花也挺特别的漂亮，是粉蓝色的。您看就正在这接触了好多好多的长豆角，也不需要很大的地方，是不是挺美的？您看看，非常非常的美。朋友，您现在看到我手中拿的这条大大的丝瓜是不是非常的大？我就不打算吃了，我打算呢留来做枕子。做枕子的话呢我也愿意和大家一起分享。如果您喜欢我的频道，然后呢您发邮件给我您的地址，我会在选择前30个我会寄到您的家里面。谢谢您，非常感谢您收看我的频道，谢谢，再见，下次再见。我开始剪这个大大的丝瓜了。
哇，好大一个呀！开始了 ，one two three， 这这，哎，哎呦 ，see， 你看多大的一条啊？多大的一个丝瓜？如果您需要种子，赶紧喜欢我的频道，谢谢。您看，这是南瓜。这南瓜的话呢，您也可以吃南瓜，大家都知道。您呢还可以吃花，那您还可以吃这个叶和南瓜叶。南瓜叶炒蒜米也非常的好吃。南瓜花您可以打汤，也可以拿来炒煮炒吃，也可以煎鸡蛋。南瓜花呢有两种，是有一种呢是公的，有一种是母的。那么公的呢就可以吃，母的呢你就要留住长南瓜。像这样子的，像这样子的就是公的。那么像这样的话呢，您就可以再来吃。像这样也是公的，这种公的呢它不会长南瓜的，它呢您也要留一两个，留一两个呢就是让它授粉，然后呢当接触南瓜的时候呢，授粉了之后呢，您可以吃这种花，这种公的花可以拿来吃。像这种的话就是母花，母花呢它就会长出南瓜。您看，您看到吗？现在呢我这里就有一个，还有一个南瓜。前两天呢我已经摘了两个。那么公的呢一般呢就是公，那么公的呢您就可以拿来摘来吃，您也可以摘这些叶子来炒来吃。我先生也特别喜欢这条丝瓜，这就是我自己在菜园摘回来做的酸黄瓜，这是我做的紫苏酱，这是我今天摘回来的一些蔬菜，是不是挺多的呀？好好有满足感。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的视频，欢迎您收藏订阅，非常的感谢。这是我做的苦瓜牛肉，紫苏挺容易种的，第一次种一颗，第二年就会有很多很多，吃都吃不完。这个呢就是青草红薯叶，这个是节瓜，青草节瓜，这个是刚摘回来的长豆角，这一个呢是秋葵，这个就是我所说的苦瓜叶，这个是韭菜、辣椒，这是我之前说过的瓜花、南瓜花。再次感谢大家收看我的视频，非常感谢。Hi, I'm Tom. I'm Lee. We hope you enjoyed our video. If you like, please push like. And if you really like, we'd appreciate it if you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Thank you very much.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bye.